这四个物体里面哪一个物体的这个经过的路径刚好跟它的位大小一样？好，那我首先我先问你啊、哦，如果今天我们看这个图的话，很明显这个物体是在哪边在做运动啊？因为它是指一个 x 跟 t 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图形，你头脑里面就要画一条什么？画一条马路哦，一个 x 轴。所以这个物体很明显它是在做什么？在做这个一度空间的直线运动，对不对？只是它在这个马路上可能会向右边走，向左边走，可能来来回回不一定。但是他们这个运动就是在以一个 x 轴来描述的话，它就走在一直线上面。好、哦，好，那我们要怎么看它这个位跟路径长？那同学先要有个观念了哈、哦。如果今天一个车子在走的时候，它的方向都没有改变，好、哦，比如说它往右边一直开，都没有回头的话，来，那你们发现走这一段，它的路径长跟它的位移的大小一定会怎么样？相等啊，对不对？你向右边，如果你移动了10公尺，路径长多少？10公尺，位移多少？正10。好、哦，如果你定右向右为正的话，就正10公尺，对不对？那如果你是向左边走，好、哦，比如说，如果物体、哦、也是一样哈、哦，往左边走啊、哦，这个方向都没有变哦。往左边，如果它走了从零走到这个-8哦，往这边这样走，那我今天假设这个大小是8公尺的话，这个路径长多少？就是8公尺。那位移的这个是多少？就是-8m、哦。因为那个-8代表是向不向左边，对不对？但如果你今天考虑它的大小的话呢，位移跟路径长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今天有个物体，它在运动的时候，如果有换方向、有回头、有折返，哎，什么意思？你从这边先走一个正10，然后呢又向左边走一个-8，走到这个地方，好、哦，那你看啊、哦，如果你今天先向右边走10公尺，再向左边再走-8，再走回来，那请问你这时候你要怎么算它的这个路径长？哦，那很简单嘛，什么叫路径长？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对不对？那个痕迹通通要算进来，那个叫做路径长啊，对不对？所以那个路径是等于多少？10公尺再8公尺，所以路径不就18公尺？但是如果你考虑位移的时候，哎，什么叫位移？位移有没有在管中间怎么跑？不管，它只管起终点。我今天看你一眼，你从这边出发，你跑跑跑跑到最后呢，你觉得来到这个地方，这是你的终点。所以我今天看过去，我会觉得说，哎，你这个东西向右边移动了多少？2公尺，对不对？所以这个位移的话，就变成所谓的2公尺，就是红色这一段代表位移。哦，好，那所以就给你一个什么观念？只要你的物体运动，只要没有折返的方向没有变的那一种路径，就会等于它的位移大小。好，这样可以接受吗？那你只要一回头之后，那个什么就一定变小啦、啊。位移就变小了，对不对？路径长还是那么大，还是18，但是这个位移就只能考虑这一段而已。哦，好，那按照这样的观念哦，那四个图形里面，你就把它去看一下嘛，到底哪一个东西在运动的时候它没有折返、没有换方向的，那那个是我们要的答案，对不对？好，那所以检查一下来，请问你 A 它有没有换方向？先从原点开，往右边 x 坐标越开越大，所以这段在向哪边走？是不是向东边走？我们现在以东西来讲，对不对？再来、哦。从这里开始到这里，你有发现没有？这个 x 坐标从这个某个数字越来越小，回到了原点，再从这个原点再继续负1、负2、负3、负4，一路这样负下去，对不对？所以这段它向哪边走？是不是向西边走？哦，可以哦。这段向东边走，这段往西边走，哇，那这样子它的位移大小跟路径长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了，哦，往西边了嘛，这样可以哦。好，再来 B 选项的话，来看它。从这边哎到这里，全程往哪边走？本来在一个 x 很大的地方，对不对？后来走 ，x 越走越小，走到了哪里？走回到了原点，哦，是不是？继续怎么样？负1、负2、负3，再走到一个负的，看多少地方？哎，一路都怎么样？一路向西嘛，对不对？哦，可以哦。所以这个怎么样？就是我们要的答案啦、啊。哦，你的方向只要没有变，那你的路径长、路径跟我们的位移大小就会相等。好，那这样应该同学慢慢就比较知道怎么学了。来，告诉我这段向哪边 ？x 越走越小，跑到了原点。哦，这段向西。啊，继续哦，零开始又1、2、3、4、5、6、7、8越来越大。哦，这段向哪边？这段又向东，能不能学？不行。来，换它，你告诉我，从这里到这里向东还是向西？从一个负很多的地方慢慢回到原点。哦，对不对？所以向什么？向东。啊，这段呢，回到原点之后又继续的哦，沉沦下去了，对不对？零负一负二负三负四，啊，又往西边走了，这段向西边，啊、哦，这都 OK 哦。所以这个答案我们就要选哪一个？只能选 B。